下面这个是纸组的一个测试室，一个界面，纸组测试。我现在夹的是 AC， 低压侧 AC， 这边选择低压，然后选择小的 AC， 然后进行一个测试。这边会把直读取出来，每做一项 BC 和 AC， 每做完一项之后需要手动去把夹子换到对应的线圈上，做 AB 把它切换到 AB，做 BC 把它切换到 BC， 它这个数值会自动取值到这边，到我们的软件上面，然后会系统会去判定它合格还是不合格。这边选择对应的电流档位，